要放辣椒，放一点，放一点点是吧？还要加什么吗？不要生菜。那家里鸡肉火腿肠吗？那个火腿肠多少钱？哦，火腿肠有两块，有一块五的。有一块的吗？一块的没有。来个里脊肉。里脊肉今天没有，说话。里脊肉今天没弄，明天有。不加。不加多少钱？五块钱。不要放香菜啊！榨菜多放。这啥？酱呀！再涂一点，也再涂一点，再涂一点。多放点，再放一勺。咸，我酱也是咸的。用酱也再放一勺。爸爸，我那里了，老板。我不要生菜。多少钱？五块钱。